从台湾来的，是吧？他是从台湾来的，嗯，是不是身价好高啊？没有没有，我那个时候挣的少。能透露一下不？啊？能透露一下不？这个就是1400吧，然后加会费50，但是我那时候工资是5000。嗯嗯。这个是09年的娃娃。09年的娃娃。十年了，挺贵的啊，一个娃娃1000多，身价不低、啊、嗯，10年前的1000多。我现在想买的娃娃就是头像的那个娃娃，那个娃娃是20000，但是根本就排不着。他们穿的这小衣服都是你亲手做的吗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都是。对，嗯，这个叫小石榴。怎么接触到他们的呢？我之前给人做衣服加工，然后我有个客户，他就是玩这个的，嗯、然后他那时候衣服我加工一件是100多，嗯，然后他卖800多，我就寻思那还是我自己做吧，我觉得我自己做钱我挣多好。所以你是不是希望你的男朋友也像你一样有这样的爱好啊？不是学美术的，我估计很难有人接受。嗯，没人等着。不，他们会觉得太败家了。你觉得这姑娘败家吗？不算败家，她有自己的爱好。